智慧嘅赖爷唐琼阿爸嘅高训，仲系傲慢人唔肯听人嘅指批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谢慢人不听责备。亚外嘅广告做得帮初子唔减少错误，做子唔嘅任意唐琼亚外嘅高训。 就做得得到智慧嘅帮助。但系傲慢嘅人，骄傲自大，唔愿意接受别人嘅建议，老结癖，最容易就输损失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。 啊！喺文墨室，请允许再次然大家来啊分享《真言书》，啊，分享大家来学习《真言书》。《真言书》就喺《舍罗门王》下嘅一个前年的智慧书，里边都有好多嘅啊，中年、中师、太年、觉物亲的前后嘅原则，啊，喺度学习真言，可以成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 诶，今日可能所要学习嘅就系《增养书》十三章第一节，智慧嘅拉惰、贪穷、阿爸嘅高炫，仲系傲慢人的，唔恨他人嘅疾俗语讲，呃，学好三年，学坏三年，意思系，一做呃傲慢嘅人，啊，学学唔好嘅事，轻容易。 唔过，一上做智慧嘅人，就係长久嚟培养。一隻經文讲到智慧嘅拉源，唐強阿爸嘅教訓，也幾快表示：，要上做一个智慧嘅人，一个智慧嘅人嘅养成，係对家庭开始。啊，就係讲要上做智慧嘅人，家庭輕重要，必须在。 按细嘅时节，就在家庭中培养的；一个少年呢，会听从阿爸嘅教训。那是在家庭中晚耍，就听从阿爸的教训。啊，也就会一个智慧嘅懒嘅状态。以后当然，也是一个智慧嘅人。今日我们都用一节嘅神经节分作两方面。 来思想，也来反省。第一就是父亲的教训，而且圣经即讲到啊，父亲的教训，阿爸的教训，也就是强调家庭的影响力，家庭的重要啊。由于摆在一次嘅起飞嘅当中，读到啊，沙巴来嘅牧师啊，也是。 好多年前，我认识的好朋友，也就分享伊啊经验，在高飞发展一个事工，就系用办做家庭的啊教育，伊、呃、能发展一个熟练的抬教，还有对蓝色到蓝色的教育，我谈到以后就咁到青少年。 你比讲你一般高飞，虽然你轻看重，也个家庭，轻昆虫新样样板才加艇，啊、呃，来呃实现出来。总很可能一般在高飞度、高升力呢，都是七十以上可能将有增升来高一条升力呢。所以也跟牧师所分享的，哎，咁多轻啊，有兴趣啊，希望有机会来学习。 誒唔止牛糖哥而家化嘛，就係三世天眾生，而家化也係講到家庭嘅养響，可能一生人嘅发展，可能在暗世嘅时界就會有养響，也就係家庭嘅重要性。唔过，真可惜，今日嘅家庭，現代嘅家庭嘅功能唔係按按好，做阿爸嘅。 同样也然，也系不文明。有时间唔提得两半来表态爱，伊人嘅爱啊，畜生做子女嘅人，心灵会受到伤害。呃，因为系咁，亲像子女老阿爸嘅关系，又就较疏离，甚至有得个手术嘅啊，做阿爸嘅人，母亲基因，本子女嘅心灵受到更加严重嘅伤害。 呃，咁樣嘅事件，做子女嘅人就唔想去談阿爸嘅教训。呃，也短时间教訓家也有講到故意嘅裂，因为我哋在家庭中，數度也仲要伤害，也從故意嘅裂，也更加嘅严重。讲到阿爸嘅教训，那些阿爸模範嘅榜样。 就清奶有好个高血，还能讲到高油个时间，有两方面，一个就是身高，一个就是眼高。某身高就清奶，盐高，以嗯，某一堂一种阿爸的高血，所以除非做阿爸的呢，有好个榜样，有清好的身高，以个高血。 子女长为堂，呃，可能另外一方面，啊，在家庭中也可能会出现个问题。即有的个阿爸，也是亲后嘅阿爸，有亲基因，也有后嘅行为。唔过，也就唔会教，唔点样办教育？啊、哦，呃，所以，也就会讲，搞自女、嗯、的基因，又搞本培养。 啊！呃，前章四年九冇后，就補養的问题，做阿妹的问题，啊，一本身就只有顾赚钱，啊，来供应家庭的需要。唔过，我哋顾左有一句话讲得好：子不高，父之高。意思就是，呃、啊，若教育子女的責任，我能做阿爸的人。 做父亲的人，做我们的福代，做我们的讲，搞子女，搞亚条事情，都是做阿妹的事。而我们做阿爸,爸的人，会开始亚个基因了，因为子不高，就会父子过高，阿条阿亲亚个教育子女的基因。当然，可能生活中合适个事情，都是阿妹这个指头。 阿弥陀佮做照顾，总系做阿爸个人，而呼吸最后的基因，因为也是上天颁予两个亲神圣的一个使命，阿得来教育两个子，所以讲是，在高飞中，那些有啊体、呃、雄性了族，总可以，有好的行为，也有亲基因。 总可以讲，我们对信班搞的世界，我就会鼓励做弟雄的、做阿爸的基督徒。另外，在高飞中也有追求，那些你好好追求圣经的真理，也藏匿高飞的侍风。啊，假上安仰，你在啊搞自我个方面一定会进步。即边我的好多的高飞也有做手足 呃、啊，但是你有机会做一个小组长哦，你当礼拜就有机会带两期费当礼拜可以带两小组来讨论圣经。你按用磨练一段时间，你就轻易容易会分享圣经的脱离，你对圣经也越来越熟，所以你可以将一种提高非好多的，一个技巧、一个方法应用在你的家庭的生活中，你就可以。 在家庭中来学习、来教育你的子女，而做阿爸呢？做我们的自由呼吸一个根基嘅责任，天，听,听。我能应该嘅呼吸也熟练、量度嘅责任。加上我能基督徒嘅家庭，我能嘅弟兄都可以呼吸一个责任，带领全家来认识上帝，带领全家来追求圣经嘅真理，带领全家来服侍上帝。 哦，又种嘅家庭系幾多化嘅家庭，又种嘅家庭系望富嘅家庭。啊，一段时间，台湾嘅高飛又十分看重建立家庭嘅基壇。唔但請全家嚟選主，全家依度高飛，我哋喺喺家庭中去设立家庭嘅基壇。但上我哋做阿爸嘅人，可以有一个空间，有一个界限，去设立一个家庭嘅基壇。 将全家人七十在穷下，那些时间唔要按多，一礼拜一百咪穿好，全家人可以穷下来充实，托一段圣经可以来分享感恩，互相推导，可以为国家社会推导，为上帝的国，为为,为基督的教会来推导，也可以不卡家人的当中彼此推导，也从嘅家庭的交谈会带来家庭的祝福。 所以我要鼓做弟上的、做阿爸的，来啊、呃，来追求熟练的装进，追求明白圣经的真理，好好学习诗风，你就会在样板来教训你的子女。所以要借圣经讲，智慧的来也弹唱阿爸的教训，那是阿、啊、那个子女没办法弹到阿爸的教训，也是何等大伤的事情，啊，那家庭的功能。 样半可以发挥出来，所以也是我们基督徒嘅体想，诶，夫妻嘅责任做唔得，就要按重要嘅责任交俾别人。适当啊，等轻重要嘅一个双职本啊，两个角色，适当啊，等应该系夫个嘅一个责任。因只圣经当然也讲到，义无爱堂穷，智慧嘅奶爷堂穷阿爸嘅教训。 当然，一些孙权没讲到来耶来谈阿爸的高轩，末耶就唔是谈阿爸的高轩。孙权的意思就是做子女的人，喺度爱嚟谈穷阿爸的高轩。阿爸系好爸爸，亲姐姐，啊，也有高轩，子女有身高，也有眼高。总归讲实呢？做子女的人，没谈阿爸的高轩。 或者讲唔肯聽阿爸嘅教训，也就係知唔嘅问题。了。一个人长大以後，係咪上做智慧嘅人？或者係圣经讲嘅、傲慢嘅人？就看佢反思嘅时节，係咪要聽阿爸嘅话。家庭在一个人嘅生活当中、人生嘅当中係建立思想观念、培养品格。 体一个场所，所以家庭十分重要。啊，做子女呢，啊，应该而来听从阿爸的教训。做嘛个，身经高矮的，做子女的人来听从阿爸的教训。还想有一个亲好的理由，也是亲主要的理由，就是阿爸有丰富的人生的经验。可能阿爸读个书，我。 我就按道，总是也做唔到按样，就一讲阿爸没办法，教训子女；也做唔到讲子女就冇需要听阿爸的教训。阿爸,爸一听，便可能更加有更加多嘅丰富的人生的经验。可、啊、能有少年阿娘讲讲，挨过个桥，比你行的路还长；挨食个盐，比你食个饭更加多，也就会讲到。 人生的经验，人生的经历十分的宝贵，所以阿爸比我们长二十岁、三十岁，甚至四十岁，也多行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也比我们多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的人生的经验，就因为这样，阿爸个教训我能做足个应该而谈。呃，所以我们有一句话，阿、嗯、娘讲：不谈老年人。 吃亏在眼前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也是讲到一个道理：，两个阿爸想相爱的个阿爸。阿爸有高兴的时间，当然我来做子女应该而来谈。嗯、呃，我请感谢上天，本来有得请好的和个阿爸。啊、呃，虽然伊读书唔系读到安多，伊可能做革命个教育虽。 平来讲，可能连識好都冇变樣，最多也係識好变啊，天天伊生年就喺屏東内部嘅乡下耕田，啊，所以伊沒读很多书，啊，沒按有太嘅学问，總之阿爸係很有宝贵嘅人生嘅验。呃，誒，情感上天機會，我嘅阿爸喺我嘅生命中最少有三方面。 祝福了帮助来青岛。第一呢，我给阿爸会告诉阿人兄弟姐妹，示范个啊礼仪礼仪，就是讲样板拿块的样板夹出来，阿人对视阿爸就会教阿人样板拿块的。所以，阿行阿就发现阿拿块的知识方法哦，必然哦还好。啊、就是，解释解释阿人来夹。 踢腿啊，及佢反反腿啊，嚟及踢腿比赛，係可能冇输人。因为我发现係拿快嘅姿势方法是最最厉害嘅。我就想，也就係阿爸阿媽教我哋嘅。同时在示範嘅时間，要夹出，做唔得老人抢啊，而且第二夹好出，你先可以去夹出。誒一種嘅理念。 对俺一生有清泰的帮助。哎，第二个，哎，江苏都讲，俺个阿爸高兴哎，是俺得到帮助的。天呢，就系托收获时间，有你嘅暗部，就一、是、天的暗部。哦，想下佮当时无天山，呃，呃，水母啊，青青无水母，啊，等到天气较凉，等水落高，佮暗部呢，阿爸就用个槟榔叶做嘅伞呢。 佮当时，大家都清苦，用槟榔叶做做个山呢，这个拍凉、拍山呢，以免拍山呢等啊黑凉的时间伊准备个睡梦，也就提房间这个特殊。啊，佮暗部呢，系佮阿爸唔是两爸个上到伊将个喊过去，啊，人我讲一件事情，伊将个喊过去讲，先啊，来，阿爸老人讲，啊，就行在一个呃眠床的顺头。 就谈阿爸个讲法，唔第二个讲物个，也就啷个讲。人神啊，钢田清苦哦，清辛苦哦，而失望投书。哦、哎。我个过程伫钢田清苦，啊个阿爸阿妹双双哦，天桥做些转来就，我讲哎哟，又又骨有软通了，也有通肌肉通哦，我挨来挨去哦。啊，我地讲钢田系清辛苦个事，来谈业阿爸也句话。 我食芒果树，咁吃咗，我果阵，我就青食芒果树，后嚟有机会，大学毕业，又系上天通过阿爸帮出嚟的。天三就系，阿万岁嘅时情，阿个阿爸就要求阿啲子女去高飞。阿爸系 T 四台嘅基督徒，我系 T 五台嘅基督徒，虽然你读嘅书唔系咁高，但系你喺信仰上。 啊，也还清明節，一樣未搞飛嘅莊老執事，总一就礼拜日，啊就會做礼拜。天橋嘅時唔要按多嘅时間，一天得礼拜就會做礼拜。有求要求我哋要係礼拜，我、啊、感谢上帝嘅平安樣，我、啊、就冇離開做。唉、啊，後來也唔但請有新亞書，也蒙上帝嘅扶手，可以做長途人。我记得我番。 呃，太好，而毕业个时间，呃，双体互相来做更加有意义、有价值嘅工作，还十分感谢我嘅阿爸，所以我就感谢主，因为我要、呃、完成嘅时间，要听阿爸嘅教诲，双体就带领我行一条人生嘅路，系给你飞常系有价值、有意义嘅一条路。呃，我就想到，学、呃、习。上 伊也是顺服阿爸的一个后生人，一个阿爸喺外国最想嘅，为佢做彩色的衫裤。啊，像外国想嘅，唔系认为佢系一个属下嘅仆人家所的，哪个属工嘅？另外方面，若是去听唐琼阿爸的话，所以当阿爸问佢吩咐佢，还是看一个十个阿哥庄严嘅时间，也就让阿爸讲好，那就去。 啊！伊许多时间无签到，有人老去报告伊。伊这个阿哥，伊多有多谈个素材，伊伊无多赚不考嘞，伊继续向前行，伊签到伊个阿哥。所以伊是一个亲孙父阿爸嘅人，因为阿娘，也个学习，也系上座有智慧嘅人。后来伊可以上座法罗王嘅宰相，主要属更加向阿个榜样，佢。 唐琼阿爸的话，也就上座有智慧嘅人。以前阿书五十种体系节要讲到，做业火法是爱书高咋个杀马，是爱地得娘本用让人付出批发给人，做米州神，提香提香爱嘅义工，是爱念堂，像书高咋一样，而扶持批发嘅人，而又智慧嘅人。 個智慧嘅人呢，係对啊，書高渣嚟、啊、得到嘅，所以求上天嚟示福我哋每个观众朋友，讓你有一个强逼嘅心，讓你有个書高渣嘅义工嚟弹唱阿爸嘅教訓，接受人嘅接批，你就会上咗有智慧嘅人，喺你今日還有天堂嘅阿爸。 在高飞中还有树林的阿爸都可以继续蹦出来的，让、嗯、上帝是否太下。智慧的老爷唐琼阿爸的高训，仲系傲慢人不恨唐人的洁癖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谢曼人不听责备。